哎，大家好！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在吹萨克斯的时候，吹久了之后哈，萨克斯的背带，萨克斯也其实也蛮重的。然后我背这个背带呢，会背到哇，脖子好酸痛啊！好，可是我后来我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当啦。这个就是脖子的这个减压的垫子，现在呢台湾也买得到了，然后呢就是这个背下去以后，我最近这个使用的结果就是，因为大家跟我认识的人就知道，我在台上吹萨克斯的时候常常会甩得很大力，嚓嚓嚓嚓，就甩得很大力，很嗨，我是嗨咖。好，那。这个东西呢，在这个高压在甩 sax 或者是 sax 重量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可以分散我们后面脊椎跟脖子的这个重量，还蛮好用的。这个小东西，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皮做的，那这个可以分散掉这个压力，分散到两侧的肌肉来，让你后面的脖子不那么酸痛，然后做。一般坐场都是3个小时嘛，那一般挂在上面3个小时的连续挂在上面3个小时，而且是背 trainer sack 挂3个小时的结果是，我这个脖子比较不会酸痛了。好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挂在上面的这个减压片，好让你的脖子不那么酸痛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哟。